所有雄厚的朋友，他得了七次，终于拿到了金曲歌王的讲座，他早就应该要拿到了。各位啊，不管是现场朋友还是收看直播的朋友，我们看到他都会想要疼伊疼伫心。各位观众，来呀、啊，欢迎许富凯。爱着偌济人的约定，变成无定，走这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看星星，你陪我看风影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月，听过偌济人的情话，有你陪，像世间人的看足多。若亲像想要体，点点不是你的，连度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行过风影，你伴伴伴过孤单，咱看看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飘袂开的枝仔。我疼你疼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疼你疼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是为着甲心甲地啊团圆。台北尖叫声来啦！台北朋友大家好，谢谢我的粉丝。把你们手上的荧光棒举高点吧。你伴伴伴过孤单，咱看看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听袂开的枝仔。我疼你疼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。
耳机听不到你们的尖叫声，可以全部再一次吗？一二三。很开心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可以在台北唱歌给你们听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创作，希望呢现在开始你们心里想着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你们的手机的手电筒打开，每一个灯光代表一个人，一个思念，带着这一首自己写的歌《我家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是你我
是幸福的人啊。头来山就是希望着我的命。充满光的城市，台北就是梦想的起点。台北就是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。台北给我创造力，让我们在世界舞台发光。谢谢你们，知道你们的偶像有多暖心吗？在金钟奖前两个小时，他快递一条红内裤给我，红内裤，然后就得奖了。真的？你今天有穿吗？我今天穿红内裤啊。真假的？我不信，你给他们检查，那个给那个给那左边右右检查一下。哎，真的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不要拉出来，你是金曲歌王。等一下，好棒。造型师在冒汗了，我没有，我没想到有跨年可以看内裤。这个抢环节，你要这样对不对？这边要看，哎，刚塞进去而已，快点看。不行啦，干嘛？小心，小心。露露好了，我们是台北最嗨青年展，对，你不要让大家看你内裤了。我刚刚跟他们说，里面所以真的，一拿到红内裤，你就当晚你就拿到金钟主持。对，所以今天徐富凯这边等于是把好运加持给现场的所有。祝福2023，就算你们没有在现场看到他，看直播，你们刚刚看到徐富凯也会有好运。感恩大家。那你，那你等一下是不是有很精彩的跨界？我跟你讲。后面这个很厉害哈，等一下呢，你们就冲撞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冲撞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冲撞，对对，但是那个还是要注意安全。那个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辛苦。你们可以直立式的冲撞，这样，就直立式的，冲撞地板，冲撞地板，沙翻现场哈。对，冲撞空气跟冲撞地板。是是是，这样，等一下是冲撞。好，徐富凯跟血肉来，先去准备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没有想到哎，哇！对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这样。对啊，不是因为我的歌太细太细了。
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徐布卡一起来台北这边跨年，大家嗨不嗨？邪老的歌迷在哪里？是我看到你了，徐布卡的歌迷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徐布卡的歌迷在这里，在这里。OK， 举手 ，Let's go。没问题，布卡。我今天就担任一个挑战者的身份。好，以往我都在我们家的客厅坐在沙发上看你以卫冕者的身份唱歌。是，那我今天就要来挑战你了。挑战我？要我可以挑战什么歌？来，你的心命由九八郎。好，好不好 ？OK。一条我的故事，悲欢凄离，不知也是伤心，也是酒醉。做你我的心思，你袂开，你的许多感情，来来去去，不知我是自由，也是抗拒。相信的人就会想认真，一杯烟熏的景象，一杯心酸的苦瓜，一手的光阴，一手的承诺，我随波来，这个完全没人陪，一杯烟熏的景象，一杯心酸的离场。
表现觉得自己怎么样？我觉得超级特别的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许富凯，很少人会看我这样，根本就没有。所以我这个就要是那个血肉果汁机的空功劳。对，血肉果汁的功劳，他的功劳把我那个内心那个比较黑暗的一面拉出来了。你要不要先喘一下啊？我要宣传是不是？我喘一下，没有，他先喘一下。宣传什么了？已经整个疯掉了。那个学瑞贝尔跟他聊一下，跟父母合作的心情。我因为就像我刚刚讲，你讲话好文质彬彬哦。对，我出哪里那么儒雅？我突然不习惯呢。您说什么呢？我说的就是，我一早拢伫阮家客厅坐咧碰伊，看许富凯的唱歌。我今日当直接来甲伊对唱，我感觉与有荣焉。妈，你讲我的英雄，谢谢。我还是好不习惯你这样讲。所以刚刚全场整个台上全部在狂摇的，又到后台也是被你们气氛感动到。谢谢你们表现的。非常好，喜欢这样子的富凯吗？喜欢这样的血肉，他反正就这样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呢再把舞台交给血肉，继续帮我们嗨翻嗨炸，我们叫最嗨洗脸城就交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得嘞。把舞台交给血肉。谢谢。